成功，不应该庆祝一下吗？庆祝庆祝，吓我一跳。庆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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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什么好庆祝的？到处都是瑕疵，林路多，扣两个月奖金。为什么要扣我奖金？我今年又没犯错。没犯错，发布会场的布置距离我的审美标准差了一大截，这还不是错？霸王鹅，你给我站住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故意要针对我。不就是因为小的时候我把你搭的城堡给踩塌了，抢了你的雪糕，还嘲笑你是一个爱哭的小胖子吗？就这么点事儿你记到现在啊？你当着大家的面故意针对我，处处挑我的刺，打击我的自信心，把我的自尊放在地上反复摩擦，是不是从你进公司的那一刻，认出我的那一刻，你就打算公报私仇了？嗯？他在说什么？看着我。就算我是下属，但我也是一个人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想要开除我是吧？我告诉你白真相，今天不是你要开除我，是我李路多开除你。同志们，到了明天就没事了。